在桃园只要用650元就可以享用五星级饭店的自助餐，吃到饱。五星大厨的手艺，诚意满满的海鲜，还有五星脆皮烧肉。你各位啊，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偷偷。我们现在来到桃园这里啊，然后在我们身后这家是住都大饭店。哎，你各位啊，我们在住桃园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常经过这家饭店。只不过如今他竟然有在卖餐券的话，我们就买一张来吃吃看，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吧 ，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，只不过我刚有先去看一下环境呢，他今天竟然没有酒水，不过 OK 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要需要什么？那剩一份请给我各一份。谢谢。请给我各一份，谢谢。
有啤酒？我会拿给你，拿出来的。哦、冰箱没有？没有。哦，不然平常都不会有。我们就是先拿在这里让客人，因为有曾经有小孩子说我们那个是水果啤酒。哦、他以为是饮料喝了哦，是啤酒直接跟门点就可以了，不用点，我们都会拿上来哦。谢谢。哎，各位啊，是说今天他原来是有提供酒水的、啊，哇，那我们先用这个葡萄台啤敬你们呢、啊。我们能喝到这个如此甜美的美好，我们今天这样子大老远坐车来，一切都值了啦。只不过我们在吃生鱼片开胃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把我们今天的生鱼片好朋友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哦。我觉得他今天这个价位合理啊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钓虾场哇沙比啊。我们先从花枝吃起来啊。我是觉得说他今天以600多元的价格啊，他生鱼片就有大家敲碗已久的鲑鱼。你看到这边，你觉得这个价格 OK 吗？这个有新鲜呢。接下来是旗鱼片。鲷鱼片。来，那我们先用这个萝卜丝洗洗嘴巴。还有今天这个价位有鲑鱼 ，OK 了吧？它这鲑鱼吃的油脂十分丰富啊，我们在咀嚼过程中，它直接融化在我们嘴巴里面了。好油、哦，撒鱼烟。各位，你们看一下，他今天这个螃蟹 size， 我觉得还蛮大的呢。还有我们今天吃螃蟹，怎么可以少了我们螃蟹好朋友吃蟹神器呢？来，白虾。今天白虾吃起来是脆口，而且新鲜呢。那我们来沾一下五味酱看看。小章鱼。
吃起来很脆耶。盐烤虾，我就觉得它比起刚刚的冷盘白虾来说，它盐烤虾反而吃不出那种鲜美的滋味啊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淡菜。我对于这种吃到饱淡菜的要求就是卖超车就好啊。它这个是有及格的蛋菜的。小墨鱼，脆皮烧肉，它这个从出炉到现在可能经过一些时间，它表皮已经失去脆皮的感觉，可是它整体的调味还有肉质啊，我觉得吃起来是舒服的。它用的部位应该是牛腱部分，所以它口感格外软嫩，而且它们的调味是我以前小时候在美丽华大饭店吃到的那种味道。哎，这个很好吃哎。这碗汤里面我们加了许多的香菜还有青葱啊，这些调味让这碗汤的味道更加丰富了。石井海鲜，我们刚那口吃到软嫩蹄筋，还有我们熟悉的菜市场虾仁呢，这两者的味道和口感合在一起，哎，很棒哎！而且你们看这个虾的 size， 这真的是做得很棒哎，这一刀。这是非常经典的台式炒饭呢。白带鱼卷，泰式鸡腿排。哇，它这鸡尾排吃起来很干柴。战斧猪排，虽然说它表面有撒上一些辛香料，可是它整体肉质吃起来也是感觉干干的。我们有跟他点了一份酥皮浓汤，
我是觉得说它这浓汤的味道感觉有一点重咸呢。哎吧，那我们用这个金牌敬你们呢、啊。OK 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的东西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的料理回来吃吧。给我一份综合拼盘。我来。嗯，谢谢。还是各一份。谢谢。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回合拿的东西跟上回合已经是重复的了，不过 OK 啦。还有今天他这个鲨鱼圆吃起来也是新鲜的呢。还有今天他现场提供这个沙梭，那我们用萝卜丝洗一下嘴巴了。还有他这回合鲑鱼切的比较大块一点呢。它应该给的是鲑鱼肚的部分呢、啊，哇、哦，好油、哦！只不过他今天给这种大螃蟹的蟹膏啊，也是非常的浓郁。那接下来是螃蟹脚的部分的啦，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这里呀、啊。还有今天它这种蟹脚部分，因为它够大只啊，这么吃起来会相对轻松一点呢。吃完这盘美味的螃蟹，我们就用这个金牌敬你们呢、啊。
说真的，今天这道料理，它真的是做饭店才可以吃到这样的调味啊。来吧，一次吃四颗虾仁。牛排，他这回合的猪肉，它皮是比较脆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我们这回东西也吃完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吃甜点的了。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回合我们有拿生鱼片，还有甜点呢、啊，是因为他今天这生鱼片表现，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。萝卜丝，还有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哈根达斯轻松挖就起来了，他这个不叫诚意，什么叫做诚意呢？吃到这边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嫌这家店呢。香瓜，这香瓜会甜呢。哇，盖身呢。没有想到今天饭店会提供家常奶酪啊。
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所有甜点了，我们等一下去结账，就到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，然后现在是隔天的下午了，是因为我们昨晚呢，这样子坐火车来回通勤，然后又在酒精的催化之下，我觉得我们不如好好休息一晚，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用餐想法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吃的住都饭店，它是五星级的饭店呢，它给我感受，它的料理、它的水准、它的味道，它真的是饭店会有给我们的感觉。只不过有些部分的东西，像是牛肉啊、猪肉的东西，它可能肉质就是有一点偏硬、偏干柴的感觉。可是我就觉得没关系啊，你够味啊，安怎能吃一顿650块？而且虽然我们到场的时候没有啤酒啊，不过好险只是个误会啦，不然我们这样专程坐火车这样通勤实在是。还有昨晚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，除了是新鲜的沙西米之外，大螃蟹啊，还有现炒的海鲜什锦那一道，哦，那个味道真的是我们要在饭店里才吃得到的，我很喜欢它的那个味道哎。而且说如果您我今天要我再花650元回去吃的话，我 OK 吗？南宫站内啦，这个价格可以在饭店里面吃到饱，就是该有的都有了，你觉得有什么好钱的吗？好不好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什么推荐吃到的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会送超级感谢功能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看一下哦 ，OK。他们大家都有在看，是吗？对，哦，好，谢谢，